大牛总，快救救我！二公，你干嘛呀？这可是你自己往我上趴的，你可别想讹人。我可没想讹你，你家门口有几个壮汉不让我进来买东西，我是硬进来给你通风报信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那我得去看看。啊，你别去，你别去，他们会揍你的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向来老老实实做生意，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啊？大牛总，他们肯定是为财而来，我们只要满足他们，这事就好办了。嗯，这样吧，我拿点零食和玩具给他们，他们应该就识趣的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哦，给你二狗，快去吧。大牛总，那我先走了，记住千万别往外面看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哎呀，别打我了！快把零食和玩具交出来，这些还不够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别打我了。啊，这二狗被打得这么惨，可咋整啊？我先把头发给抓乱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大牛总，你快出来吧！二狗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？他们钱给的东西少。少？啊？你们说要不要给他呢？